没，他翻了。走走走走走，别追不上了。啊，来了！你他妈跟谁俩呢你？我操！差点撞死我。他在寻求对枪。他妈的看，我上次没看到他。哪打的？ 不知道，看没看到，没踩上来。我操！你手上还有一个，进的那个打三枪。倒了，进了。头顶一滴，头顶一滴血，去压他。我操！他再拉远一点，这傻逼。死了，就这么帅。再拉那上面去。 我操！救分姐，三级头没了，裂了兄弟。楼梯口上来，一血，还有一楼给他一枪。倒了，一楼。倒完了，吉利服也倒了。啊，是吉利服。又来一个外面。啊！打他裤子，打他裤子。 那个油罐后面，这个油罐后面，。我的妈！。二楼楼梯口有一个，好重，刚刚在楼梯口。倒了，今天倒了。别冲，我再拉小仓。这里房也有一个，房子里有个人。 搞搞停你！我又看不清，我的屏幕又被特效。可以靠右边来，往我这来。左边倒了，那个小房子都倒了。往这来吧。来了。往左边后面。右边。<笑>你妈个逼的！<笑> 他跟大仓一队的，我操！我的他妈平板怎么还在出特效，兄弟！都这么准啊，你妈！仓库指使，仓库指使。他在看左边，我还有三颗呢。仓里又进人了。OK。 最后一个，就斩了，现在左边集装箱里面，我跟你说。是的，左边我听到了。就斩，我有个。哎，就是拉枪，就是帅，直接就两枪。